2月28日是 Angelababy 25岁的生日，男友黄晓明将自己和豪车玫瑰花打包作为生日礼物，两人恋情也正式曝光，令人不禁猜测，这是要结婚的节奏吗？据两人的知情好友透露，黄晓明的恋爱名言就是我要把我的女友宠成公主，说到做到。相恋以来，黄晓明对 Baby 十分贴心宠爱，各种浪漫贴心的举动令 Baby 惊喜频频。据说当年夏天，黄晓明曾在台湾拍摄电视剧，拍摄之余经常去歌厅 K 歌，人送外号 K 歌王子，再次 K 歌时与 Baby 相识。据有人透露，两人刚刚开始相恋时，因为 Baby 有很强烈的公主情节，小明特意飞到香港陪他到迪士尼乐园玩，并拍下一张甜蜜合影。自从两人相恋以来，温柔贴心的 Baby 便经常去片场探班黄晓明，而用情至深的黄晓明也一早就带着 Baby 见过了家长。懂事的 Baby 一会儿陪黄母逛街购物，一会儿又与黄父相谈甚欢的步出机场，完全一副居家过日子的模样啊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